主料，鹌鹑蛋六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，10分钟内。准备新鲜的鹌鹑蛋六个，适量温开水，鹌鹑蛋大头磕破，去掉一部分蛋皮，然后倒入碗中，全部磕好的鹌鹑蛋，加适量盐，打散，一边加温开水，一边继续搅蛋液，搅好的蛋液，过滤去浮沫，放入蒸锅，蒸熟的蛋羹，滴两滴香油，就可以了。我是给宝宝吃的，大人吃的话，可以放些生抽调味。烹饪技巧，大人吃的话可以放些生抽调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